Hello， 我们刚体检完，然后去吃饭。我又买了三个鸡蛋饼，排了半小时的队，在车上已经吃了一个了。一会儿带着这两个去吃麻辣烫。这听说这家麻辣烫好吃，尝尝来。人好多，看着好有食欲。多放了辣椒、牛筋面和玉米面。黏糊了。都没有座位啊。